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元神活动攻略，惊梦电视台匹诺康尼偶像试用角色手动八万满分阵容的攻略。这批的话是我们惊梦电视台匹诺康尼偶像，然后我们点击挑战。这里的话我选择影月君、花火，然后是罗刹跟树商，我们开始挑战。开局的话我们先这个品A中间这一个，不错。这里的话就有三个笑脸，它会消掉，我们尽量打三个笑脸。这里树商也平 A 一下，然后把三个都打成笑脸。然后我们这里影月君的话直接开战绩啊，齐三段，那这里平 A 左边这个好。这里的话我们影月君直接开大，这里有个小小的失误啊，没关系。这里我们拉一下卡，我们拉一下影月君，我前的塑形。这里我们打一下左边这个笑脸，这里影月君，这里影月君二段，平一下左边三个。让我看一下挨到了，这里我们打一下，我们这里普攻一下中间那个，这里我们拉一下营业军，别动了，我们不予使用。好，这里粘断崩脚，粘断打了这边。这里我们平移一下中间那个，然后罗刹开大，连飞中也试用着带领。啊，下面花火开个大招，好，加一下这个战绩会找到答案的。这里我们那个树杀平移之后接开大，把这个中间那个收一下，凤凰血型。虽然你知道我的厉害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打一下，这吧，我能感受只有躁动。然后我们影月军打一下左边三个，右边三个，急，我下手很强大。然后我们这里开个大招，把中间三个打一下，戳死。这里我们把影月君拉上了，再打架。这里平 A 一下左边那个，我们带影月君二段，打一下中间三个。这里开始的话要打那个精英怪，不让开就挨到了。这里我们打这个精英怪战绩打，来了，没事。这里我们平 A 一下，我们平 A 一下，平 A 一下左边的这几个的红绿灯，你们选出了对手，这个也 A 一下红绿灯。我们这里影月军三段打这个精英怪，啊，算了，你知道我的厉害，然后。树商打一下这个，漂亮吧？开个大招，思维把收掉，太傲慢血型，不让开架挨造了。这里罗刹开个大招，一出去把右边变成三个笑脸，等会呢？这里我们打一下中间的，哪里跑？这里平移一下，加，我们看一下大招，加一下这个，把答案有个战绩点，罗刹平移右边这里，
影月君打中间的精英怪，急。然后这里打右边这个平 A 一下，这里我们带开一个大招，乾陵底线，成龙着啊，这里打的不对啊，这里应该把大招留下了，因为没有人次了。没关系，这里的话单时武打也是够打完，都打完八分了，八万分了。这里的话我们直接拉影月军，我反不御史，所以直接打，因为这里影月军伤害是最高的，所以说也要多拥有他的技能，要有的厉害。这里我们这平 A 就好了，我前来送行，这里就正常打就可以了。红红花火也平 A 吧，我等感受就够造的，所以直接收掉本有齐。这里我们也是平 A 啊，还是等影月君出手，不遇使用齐人我们本有。哦，这里我们花火拉一下影月君之后，然后开个大招没有来捉迷藏，在影月君开个大招收掉安满乾陵以现苍龙卓士。这里的话需要两个守卫打掉之后他才能破伐啊，所以我们直接平 A 也可以，反正等影月君输出也我们奔咬，你今天是可以收掉的。你们选出了，这里我们树上看看能不能收掉也行，差一点啊，那里平 A 一下，不让开就挨着了，树上看看能不能收掉，不行，等我都玩一会儿嘛。这里我们再拉一台影月君打打架，能拉多拉拉，然后我们奔咬，嚯！这里我们这里稍微等一下嘛，他两个对开一个技能屏障啊，我们用罗刹那个大招霍一下，永眠飞种试用者在临，马上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这里的话也是平 A 啊。啊，主要还是登影月君。冰下左边嘛，冰下左边他这个，遇不到。进去统领十秒啊！啊 ，A 这个 A 这组 F 边上这个 A 不到，送铁，我们把这个收一下，行。然后把大刀看一下，零一线，打这个，把血多的打一下，宇宙天赐，无需紧张，长缓吧。你把你树伤把血量多的稍微打一下，这里你那个哪个罗刹开个大招再零。但这个说明花火也看一下大招，会找到答案呢。我们打一下右边这个，这里拉一下营业，哎，加下来吧，看看能不能收掉这两个。对，这里平 A 一下接大招，吃我一招，太凤凰血型。这里继续氮气打一下，然后平 A 注意力集中，然后这里银月军单段战绩下属很强大。这里还是平 A 一下，右边这个啊，边上两个收掉，英国指令我前来送行，这里也平 A 一下，给影月君挡一下战绩，对，我们奔直接收掉，嚯，别怪我不客气了，给战绩，臂力集中，英国指令，
用的终结。哎，好了，这里我们等一下花火的技能来捉迷藏。然后我们罗刹大招太原神安嘛，永眠飞逝转带你，把影月带开一下影月君大招苍龙卓士。这里的话，我们拉一下影月君，把现在淡季电突，然后三段登九齐，已经炫出了对手。这里树伤平 A 一下，好血型。大招开一下。这里的话，八万分就已经是够了。我们带平 A 一下，别再靠近。耶，哟，关，撤，奥。应受天赐，我们现在可是业火吧，不让开就要挨造了。这里我们平一下，很好，陪我都玩一会儿嘛，然后拉一下营业，我能感受这口躁动。哎，这里大招开一下，会找到答案呢。天魂奔涌三段，嚯，树伤开一下，太好了。别气馁，以盆红木之名，这样，鱼，哎呦，看，树火中兵，先对已失。这里平 A 接大招，棉飞主秀转在您。这里我们拉一下那个树伤，马上，你知道我的厉害，啊？这里影月，可以 E 之后。神灵排的成龙卓士蛇。好的，这边我们就结束了啊，差一点就把它秒。